我第一个来电说，所以我给我的超级大告一下名。明天我要到田里去，第一个动作就到田里去。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想，我那个超级大长得什么样啊？啊，有没有这个心理发现呢？不出汗呀？啊，是不是有干旱呢？啊，这观察啊，还有没有这个肥现象啊？这观察。